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楚生。今天呢，带大家来到方言师的拍摄现场，让大家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。还有，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在 standby 了，然后所有的灯都准备好了。那今天呢，要介绍一位新的朋友给大家认识一下。当当当当，这就是我的新朋友 NextG。这是我和 NextG 一起合作联名款的一把吉他。那这把吉他的颜色是不是很漂亮？这个颜色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纯净，就像天空和大海的感觉。它是非常科技感满满的一把吉他，它有一个可触屏的这样子的一个屏幕，里面呢就有很多的效果，像很多的吉他音色。手上看到的现在这个音色是 Fusion， 它是比较混合的音色。这个键呢，下面这个键其实就是这个吉他的扩音器的这个按键，那你按一下其实它就消音了。那你如果是按一下它就打开了。然后这个大的这个呢是音量控制器，包括也是音色切换器。那我现在这个 Fusion 的音色是这个是吧。好，现在要切换音色的话直接在这里按一下就好了。这个 Space 这只是其中的音色库里面的冰山一角。对，那大家其实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去选自己喜欢的音色，甚至你可以自己设计自己的音色，包括这把吉他它还可以和手机蓝牙连接上。手机里面有一个专属的一个 NextG 的 App， 像初学者如果说用 NextG 来学吉他的话，在 App 上面都还有教程。可以像我这种小白也可以学吉他咯。何止小白，小小白都可以学吉他。还有一个是踏板控制器。喜欢电吉他的朋友应该都是很习惯于踩效果器，例如说像 Loop 功能直接用踏板控制器就可以就可以控制这把吉他。如果是在一个室内的一个小型演唱的话，就完全是够用的，甚至在室外都没有问题。对，最大的话我其实没有试过最大是多少。那我现在调到极限看，16。16的话跟10的话有什么差别呢？吉他其实还有一个很有趣的，就是你蓝牙连接到手机上以后，你可以通过手机把它当成一个音箱，然后可以播放音乐。那我们就期待一下今天与他一起录制的我们本期的放映室。好嘞，没问题，拜拜。拜。怎样可以抹去伤心的记忆，从此以为是忘记，还是躲不开情绪，爱到终点，城市是最后的体面，希望今后每一天你能开心一点点。窗外的雨落在恰巧的心里，关于爱的话题抵不过热闹的风景，琴弦上的你用尽了所有的气力，眼神努力藏着最后失落的感伤。他说的天黑暗，爱本永恒却短暂，还有什么可期盼？当你离开这绚烂
人应有期望，看透世界的荒凉，请你爱自己的模样。在尽头回